Hi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在桃园机场，我现在讲话很小声，是因为我人在 lunch 里面，然后不想要就是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今天要去 Vancouver 找 Ian， 然后今天我在贵宾室的原因是因为我这次升等成商务舱。那原因大家听我说，原因呢是我在年初的时候尾牙抽中了一张来回机票，然后这个机票就是有一定的限额，然后你可以自己选说你要飞去哪里，加上我蛮常出差，所以还有很多的里程数。那我就问公司说，在限额内我可不可以把来回机票改成单程机票，再用我爸送给我的里程数来升等成商务舱，所以Which is why I'm here right now. 平常因为我蛮常飞来飞去嘛，所以那个开销其实蛮大的，所以我一直也都是坐廉价航空或是经济舱，所以这次算是一个比较奢华的长途飞行。拿了一杯 wrestling， 跟一个乳酪蛋糕，还有两个这样子甜甜圈。对，来贵宾室吃甜甜圈，是不是很瞎？所以今天影片呢，就是想带大家跟我一起搭这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然后顺便提醒大家，如果最近我要去加拿大或美国的话，台湾人虽然不用实体的签证，但是你一定要去申请这个ETA， 就是电子签证。对，它其实很快，如果你英文 OK 的话，整个申请下来大概花不到10分钟，然后花费也大概好像是7块加币的样子，就很便宜。它呢，就是 Mr. Donut 的 Donut。以我来说，这个空间算是很大很舒服的。这边有耳机充电器跟控制器。我比较好奇这是什么，这个是耳机包。那它的耳机长这样。的 skincare， 那个是我之前没有遇过的，是它有提供睡衣，它是 Jason Wu。Hello everybody， 因为飞机里面太吵了，所以我之后会用 voiceover 的方式做配音，然后我们就开始这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啦。这次在飞机上面我其实没有看到很多我自己想看的电影，最后我是 settle 在 Spider-Man， 以及就是我在尝试椅子的各种可能性，哈哈哈哈哈。希望不是只有我，每次空服员来跟我讲话的时候，我都会就是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对他们服务态度真的很棒。
来就准备进入到在飞机上面的第一餐啦。我在飞机上面的第一餐选的是鼎泰丰的上汤鸡汤面，然后我会选它的原因是因为其他几个选项就是要么是海鲜，要么就是有我不敢吃的东西，所以我就没有特别选。我把隐形眼镜拔掉之后就开始上前菜啦。前菜其实我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我记得里面有一个 cream cheese 的塔很好吃。这个上汤鸡面就是真的很清淡的一个餐点。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它如果是料理包然后再加热的话还可以弄到这么好吃也是不容易。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飞机餐的关系，所以鸡肉有一点点没有入味，然后有一点点点的柴，不过能够在飞机上面吃到鼎泰丰，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心存感激了，是吧？饭后甜点是这个超级好吃的芝麻酥， Oh my god， 真的很好吃。不知道为什么甜点跟水果总是比主餐还要更吸引人。然后接下来我就到洗手间去换上刚刚空服员给我的睡衣 set， 这个是 Jason Wu 的系列。接下来 You guessed it， 是我们的 skincare 步骤。好啦，其实说是 skincare， 我其实只是想来敷个面膜，因为飞机上比较干。我首先先用 Fresh 的这个 Rose Water， 其实有点像是护肤水吗？反正就是一个保水的喷雾。至于这次平雀重选被我带上飞机的就是 Innisfree 的绿茶面膜，这个是我柜子里面一定会有存货的一款。首先当然因为它是开价品牌，所以价格比较亲民，然后再来我觉得绿茶的成分本身来说就比较温和，所以应该大部分的肌肤都可以用。我个人会建议只要在飞机上要用的护肤品都是以保水为主，然后多余的精华液也不要浪费，可以擦在脖子或是手上，然后接下来呢，当然除了脸部要保湿之外，我们也要随时帮自己的身体，就是你知道 stay hydrated， yeah。 诶，没错，你没看错，我现在就是在延展我的肩颈的部分，大概15到20分钟之后就可以拿下来。你看我的皮肤是不是很水嫩呢？这边我想表达是我真的好累，我已经不知道在干嘛了，哇，我要睡觉了。 OK， 好，戴上眼罩之后关灯 ，See ya。A few moments later. 在飞机上的第二餐就是早餐，然后因为另外一个西式的早餐里面好像有海鲜，所以空服员就直接帮我决定了吃中式的。我只能说他真的很棒。Yes。是各位先生，这是机长报告，大约在10分钟后开始要下降高度。预计到达温哥华的时间是当地的时间。前温哥华的天气是多云，气温4度。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化妆时间。我刚刚先用玫瑰水喷雾再保湿了一下，然后再用 Kiehl's 的 Ultra Facial Cream。如果有拿到那种试用包，真的不要乱丢，因为很适合旅行用。然后再来我嘴唇的部分，我先用 Fresh 的 Sugar Lip Balm。 底妆我用的是 Innisfree 的这个比较雾面的气垫粉饼。我其实蛮喜欢用气垫粉饼的，因为它很快，加上我喜欢比较偏雾面的，所以这一款就真的很适合。再来眉毛的部分，我用的是我人生中的挚爱，没错，就是 Excel 的三用眉笔，还有 Kate 的染眉膏，稍微去勾勒一下我的眉毛，毕竟你知道人就是要有眉毛。再来我快速上了一下我的眼线，就只是在眼尾稍微延长，让眼睛看起来更有神。最后再用睫毛膏，整个眼睛的轮廓跟神采就会整个被带出来了。然后因为现在在飞机上面，所以我并没有带整套的化妆品，所以最后画龙点睛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口红啦。因为我真的觉得一个人的气色就是从他的眉毛、睫毛膏以及口红，所以我的妆容大概就是这样子。接下来我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面，然后等待降落，顺便享受我就是在商务舱所剩无几的时间。 And yeah, we arrived Vancouver. That's it. Okay, I'm leaving. Bye. Les bagages hors format et les articles fragiles comme les poussettes de bébé, les instruments de musique. I just arrived Vancouver. Where are you, Ian?Hello. Hello. 还好吗？嗯。对不起，让你等。Well, I parked over there. Okay, let's go. And I didn't realize that international is on the opposite side. I'm in Canada. Yeah, you're in Canada. 你想吃什么 ？Tim Horton. Tim Horton. Cantonese restaurant. That would be easier, right? 嗯。哦，他好像在等位置，宝贝。嗯。
这个。好，你要先出去。可以读那个。Let's go。给我吗？那个？那个。哦哦哦，5908。Let's go, let's go. Please proceed to the highlighted route, then the route guidance will start. Should I start speaking English because I'm in Canada? 好吧，那你讲英文，我讲中文。Why? 因为 Vancouver 太多中国人了。Humble. 你有订什么到我们家吗？ I did, but I feel like it hasn't arrived yet. Should I wear pretty clothes? But I don't have pretty clothes. Everything you wear is pretty.That is very sweet of you. Oh, oh, I'm just kidding.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钟，但是天已经跟十点钟一样暗了。我可，喂，哦，太远了。好，先这样子，依然说拜拜。你专心开车。We're now getting IHOP. Let's go. 他没有吃过 IHOP。没吃过。Oh, so cute. I want omelets and had and hash brown. So anything pink. Sorry, not omelet. Pancake with. Can I get coffee, please?Coffee, water for you guys. Thank you. And I think we're ready. Oh, ready to go. Can I get a small cost combo? Can I get scrambled? Scrambled? Yeah. One steak and three pancakes is like a lot. So you better be really hungry. Or you can take it home or she can eat it. She's hungry. I'm so glad I didn't get it. Get what? For sides, I could choose between three of this pancake. This. 这个乘三 Or这个Good choice. 我刚开始选这个，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确定你要这个吗？”真的很大、哦，真的很大。那我还跟他说：“应该没问题。” See how humongous this omelet is. Let's eat. 침을깨우는 네 목소리 머리를 빗는 네 빗소리 밖엔 비가 오나 봐 들리는 빗방울들이 땅에 떨어지는 소리 전해지는 저 음 싱글黑厅来找你的，这只狗怎么那么喜欢你？哦，哦，偷我的位置。你需要 pet 他。啊！哦，so cute。哎呀！啊，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啦，希望大家会喜欢。摩卡跟大家说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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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契呢？默契 come。